看相的时候有遇到有一位朋友说他是第一次看一集，我要跟你抱歉，傻眼了，应该还好吧？你们都还好吗？不是的，就是太关心你们了。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一定要一起唱哦，因为这首歌的内容就是我写给台下的人。然后我在想说，哎，我写了这么多的歌，我写了各种议题的歌，我写了离别的歌，我写了跨性别的歌，我写了失智症的歌。然后我看到台下的一个女生，她一直看着我的眼神。我突然在台上的时候，我发现我从来没有为她写过任何一首歌这样子。虽然她可能也是跨性别，她可能是一个弟弟。啊，这个笑话太冷了，这笑话太前卫了。但是我就是想说，哦，我从来没有一首歌是写给她的。我从来没有一首歌是写给他的，然后我就写了接下来这首歌，所以这是我们之间的一首歌。明知道你有话想说，怎么忽然紧闭嘴巴？别是天空深了颜色，没有人记得。明明心里有话想说，